这四爱美银的房东是个女建筑师，看照片挺优雅的。哎，你好，思晨，你好，好，请进，请进。一路过来还好找吧？好找，好找。您跟照片上一样优雅。谢谢。你以前住过爱美银吗？啊，住过。我第一次住的时候，我把包放这儿。好好。我第一次住的时候是房东是一个外国人，然后当时特别紧张，因为我那时候我的英文还不是特别好，结果跟人一聊天发现人家普通话说的比我还好。还好我是中国人。我知道。其实院子呢都是老院子，但是现在的人的生活改变了，所以他生活方式呢就是应该是现代的。我觉得这个可能更接近于我认为的四合院的样子。这棵树应该很老了，对吧？对，它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吧？嗯，是一个有身份的树，有身份证的树。人家北京，你只有在四合院，你才觉得哦，这是北京。然后上海的话，你可能在弄堂里觉得那是上海。住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这个地方能让我享受到多少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这个就是头一次让我觉得我真的是在北京。碰到一个新的房东，就像遇到一个新的朋友，大概这就是我住爱彼迎的乐趣吧。我有多少年